呢间开喺水东街格调古朴文艺嘅咖啡馆，系房屋主人黄以璇同陈志扬夫妻回流创业，将骑楼老建筑活化改造而成嘅。陈志扬自细就喺骑楼底嗰度跑嚟跑去，冇谂到兜兜转转几十年之后，又翻到去呢一栋嘅旧屋嗰度。水东街二期而家有十条传统街巷，1300多户业主，其中临街商铺230户左右。目前大多数维持住旧有嘅经营业态模式。几米宽嘅巷里边罗列住批发部、文具店、食品商店、香烛行等等，处处都保留住千年古街嘅时代记忆。而同二期步行街仅一路之隔嘅一期街区，经过重新打造运营，入住咗50多家商户，暮色阑珊，烟火气喺呢度慢慢升起。这家人流特别多，无法比喻，都是人跟人那种的。这个小吃这一条街，真是特别吸引人流。2023年，文旅惠民消费活动在水东街轮流上演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前10个月，水东街累计客流量528万人次，累计营收9.3亿元，成功将流量密码转化为致富密码。今年更多的我们在打造其他业态，包括餐饮啊，特色的餐饮，还有一些饮品店、咖啡店，还有娱乐方面的，例如台球室啊等等，这些不同的业态去形成一种多元和丰富的组合。千年水东年年换新，而家嘅水东街既重现古街旧貌，又吸收咗唔少时尚元素，成为惠州文旅新地标，先后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、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、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。